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司马光，字君实，司马池之子，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世称素水先生。这个吧，以后做个商人。看呐看呐，被书爬过去了。真是奇怪了，书香门第就是出才子。恭喜老爷，少爷将来一定是个读书人。这也正如我所愿呐。姐姐给你拿好吃的了。姐姐，这是什么呀？这叫胡桃，是客人送给爹爹的，爹爹说给咱们吃。哎呀，这么硬怎么吃啊？弟弟，胡桃不是这么吃的。那怎么吃？这个嘛，我也不记得了，第一次吃胡桃的时候还小呢，但肯定不能吃壳。弟弟，你去拿个锤子来。好。油色不好吃。胡桃仁外面有一层薄皮，把这层薄皮剥掉就不苦了。小姐，夫人叫你。弟弟等会儿，姐姐马上就回来。少爷，我有个办法。你拿开水做什么？你看着啊，我来把它变大。你看，我把他的衣服变软了。尝尝。谢谢。真好吃，一点都不苦了。少爷慢慢吃，我去干活了。姐，吃，这回不苦了。好吃。这是谁剥的？我剥的。弟弟真聪明。这是夸谁聪明呢？爹，您看弟弟多聪明，想出这么好的办法剥胡桃仁儿。
告诉爹，这真是你想出的办法吗？是，不是。说谎话的孩子可不是个好孩子啊。真的是孩儿吗？刚才有人来过了吧？是小玉姐姐帮孩儿剥的胡桃。为什么要说谎啊？爹爹，孩儿错了。光儿啊，做人要诚实本分，只有心里坦然，才能天地无私。以后多读读书，学学为人的道理。是，爹爹。还有，遇事除了虚心向人请教，还要多动动脑筋，看看自己能不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孩儿谨记爹爹教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光儿，书读累了，就出去玩一会儿吧。知道了。小心。没事，我想看看《史记》。爹爹，您能给我讲讲《史记》里的故事吗？好。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年轻时学兵法，谈起兵来头头是道，连他父亲都难不倒他。后来他接替廉颇为赵将，在长平之战中被秦军大败。啊，光儿，知道他为什么大败吗？因为他没有实际作战经验。是啊，他只知道根据兵书办，不知道变通，结果被秦军大败。爹爹，您放心，孩儿一定要学以致用，将来做国家的栋梁之才。光儿如此聪颖好学，不如请个先生来教你吧。好啊。就让叔叔家的子孝与你村中的那些伙伴来伴读吧。啊，太好了，让静轩和树生来吧。回家后背诵《论语·学而篇》。是。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咱们出去玩一会儿吧。不，我还得读书呢。放学了还读书？读过的书记住了，懂了就行了呗。温故而知新，只有不断地领悟新的东西，我们的知识才能扎实。那也不必一而再再而三的读个没完啊。你说你读通读懂了？是，我会了。好，我考考你，你把《史记》卷数从头到尾说一遍。那难道你知道？那你说一遍。《史记》一共130卷，第一卷《五帝本纪》，第二卷《夏本纪》，第三卷《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又分为上本纪、下本纪。读书如修德，德在内敛，肤浅的学问也只是顶一时光鲜，时间久了就会淡忘了。孺子可教也。写好的字放在一边，我们来听一听谁很好地完成了我布置的作业。子孝，你来背诵《论语·学而篇》。
我什么？站好，开始背。学而时习之，学而时习之。我忘记温习了。各位同学，大家坐好。子孝不听话，没按照老师要求背好，凡是没有做好的话，一律面壁思过。下节课站着背。下课。快到上课时间了，要不我们回去吧。哎，学习太没意思了。我们还是回去吧，这个读书的机会对我来说太难得了。如果不是司马大人让我来伴读，我根本就没有读书的希望。不许回，你要回去，我明天告诉伯父，不让你再来读书了。哦，藏起来。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快到上课的时辰了，一会儿先生就要上课了。你们都出来吧，还有心思玩？大家还是跟我回去吧。如果不回去，先生要走了，谁来教我们读书呢？我们都不爱读书，先生要是走了，省着我们天天背书了。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师尊为大，我们不能因为贪玩而忘了尊卑。我怕我背不下来，先生会罚站。先生让我们背书，是想让我们更好地记住所学的知识。我已经学会很多知识了。我私下里也看了很多书呢。那好，你告诉我，蚂蚁为什么搬家？是因为爬得越高就会看得更远。蚂蚁搬家是因为怕下雨，它们对天气感知性很强，如果下小雨之前，它们就会用土把洞口掩埋好，如果下大雨，它们就会提前预知，集体搬家。蚂蚁是很有凝聚力的，不信你们看。这就像我们学习一样，不能掉队，而且要学会感恩对我们有过帮助的人。先生就是有恩于我们的人。你们都跟我回学堂好吗？走。去哪儿？回学堂。原来你们几个在这儿啊。先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先生？走，都给我回学堂。先生，您放开他们吧，都是我不好。哎呀，疼！我们知道错了，先生。不关你的事儿，你不需要袒护他们。你们几个呀，你们太不孝了，如此不勤奋的孩子，我不打你们几下，你们不长记性。来，你们谁先受罚？先生，这些都是事出有因的，如果不是我显摆自己的学问，也不会惹得他们逃课。你要打就打我吧，我愿意受罚。如果不是你缠着我们说什么蚂蚁搬家是下雨的事情，我们早回去上课了，不然我们怎么会受罚？我就是。哼，
先生您打我吧，我也贪玩了。先生您打我。你们一个也逃不了，各打五板子。各自回家反省。司马光，都是我们不好。这会儿放学了，我们出去玩吧。是啊，跟我们出去玩会儿吧。你缠着我们说什么蚂蚁搬家是下雨的事情，我们怎么会受罚？不，我是想帮你们。都怪你。对，就是他。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的错，不是我。光儿，醒醒，醒醒啊。父亲，怎么回事啊？光儿，你不觉得其实此校他们是在保护你吗？保护我？是啊，他们是不想让你跟着受罚。我明白了。少爷，慢点儿。谢谢。对不起，伙伴们，昨天是我不好，没有理会大家对我的保护，我错怪你们了。是我们不好，怎么能让你替我们受罚呢？还疼吗？不疼了。朋友间互相关爱是应该的。我们去玩吧。好，来来来，去我家的后花园。哇，你们家的花园真大呀。这么大的地方，不如我们玩捉迷藏吧。我提议大家都藏起来，我来找好不好？好啊。1、2、3。这看会儿书，等他们长来再说。爬到这里就找不到了。有水。这样很危险，弄不好你也会掉下去的。你别拉我，不然就来不及了。那你也不能上去。快想办法。出来了。醒过来了。谁救他出来的？是司马光，他砸了缸，书生才得救的。大伯，您不会批评我们弄坏了大缸吧？大伯怎么会批评你们呢？大伯还要表扬你们的聪慧勇敢呢。
书是我最喜欢的书，如今把它送给你，作为对你的奖励。为父知道你喜欢读书，并且学有所用，不但遇事沉着冷静，而且知道爱护伙伴。希望你将来学有所成啊。是。司马光后来成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他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付出毕生精力主持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为政治做了很好的参考，对后世的施政有重大资政作用。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桃园佛教联社公告，本联社原定于111年10月27日至11月30日止期间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因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在国内蔓延，戒会筹备工作受阻，为守护戒子在更安全的环境中受戒及戒会各项筹备工作能更加完善，本次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将展延，期间日期是疫情状况例行公告。感谢十方长老大德筹备期间对戒会的护持与协助，期待疫情早日消弭，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展延造成诸山长老及诸位护法大德不便，诚感歉意，谨以此函启白十方，无限感恩。桃园佛教联社住持是明矮之境，中华民国111年7月1日。你以为是糖果、咖啡或奶茶可以提神，其实这些都是毒品。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混入多种毒品，让你降低戒心，小心这些。哎嗨哎嗨，好奇一试，青春一试，防毒反毒不碰毒。今天是六斋日，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着香花幔，不香油涂身，
不关听歌舞，不非时时，也就是持斋或五不食，随喜您的功德，阿弥陀佛。关爱众生，永不停息。生命电视，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主罗那巴扎卡藏啊，那地的王，出来，等于在那等于那地去吧，就等于就差不多说啊，上海娘子那边，他就是找我来学，再学下来，等于那在在巴扎康里等于那地的啦，娘子那边，等于那你说咋嘛，那地平你说咋嘛？都就是跑马的就是才是这个原因。昨天已经为诸位传授的大手印五支的灌顶，那今天要来进行五支的教授。这个教授实际上是整条修持密咒报次第的法门。那么这所有的五支都可以再细分为五支，如此一来就成为了25个法。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去做解释。昨天这那这个卡达去发达的，这个他啥人的这里，卡人那是哪个党拿的呢？啥个党不能去发的啦？喇嘛那啥人的喇嘛提拔出去，提拔一党那提拔，这里的伢子们出轨。그때왜다가이피용이시다마데하장가르쳐버리자내일나오더니그저참여냐들이야이마이가시야한테아따뜻다소리지는이래내일다리오따뜻아어서까지반해서가나나중에좀마와이제그때가고따와한가시를이래그때삼십말만화산지마그때산속을하고치는게나就是就长期长期上学上学在那拍表的得利息八种忙过上学老家在那拍表的打到上学上学老家基本上说原来这里得来这里的吧上学上学八种这里没说说的大概有的他说说的上学可能老别说说老师的这里给老板的老人去我说等于感觉到个那个他爸这边，那我一他妻子感觉碰上去了嘛嘞，等于这样的话等于，你妈妈了，不知道啷个下弄，他这他就总就把吃的要嘞，那种的，那么几人在这七八码头，等于这样，养着你嘛啦，这样他不养么他，养开些等于，让他养的是他就把吃住。这个给他要的嘛都让就把他通了这样子人家给我用不了这些。昨天也跟大众说过了，不管你是学习哪一个宗派的哪一个教派，你喜欢禅修的本尊法门是哪一个，你有信心的上师是哪一位上师，这个都无妨的，你都可以按照着非常殊胜具有利益的大印五支道去做修持，它是适合所有教派的。这样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是属于哪样的背景都可以修行这个法门。有些人他们的宗派偏见比较强，认为自己是专属于哪一个教派的，所以就主张说我是噶举派的，我是尼玛派的，会抱持这样子的观点。实际上这些修法它的本性无非都是佛法的修道，都是菩提道次第的内容。所谓的菩提道次第是成就菩提的整个循序渐进的道，过去的诸佛都是按照这样子的道而成就的，将来的诸佛也将按照同样的道而获得成就，何况是现在的诸佛更是如此。